这是吴中这个笋呢，花瓜味全花瓜，这是在乐辉超市，四川榨菜丝，榨菜不一样的，四川榨菜丝。这华人超市也会偶尔进来老外啊。武林翠菜心，黄花石锦，黄花石锦，开胃菜，饭扫光，玉笋，刚才我们拿了个玉笋，玉笋，排骨酱，韩式烧烤酱，甜面酱，四川风味红豆，贵州风味幼虾，幼华虾酱。这是调味品呢，各种哈都有啊，有这种拉豆、排骨酱、叉烧酱、开瓶白腐乳，买的开瓶，广东开瓶白腐乳，麻油、李锦记、醇香芝麻油、麻辣酱、汉方麻辣酱。这是著名的油辣，这个我们需要，油辣酱还没吃完呢。这个是色拉酱，这是那个越南跑到这开了一个，在加州呢，色拉酱、色擦拉酱，这是卖的非常有名啊，但是我们没有买过啊，我们主要是还是买这个贵州的老干妈、朝天辣椒、豆瓣，后面有这种大的色拉酱、虾米丝酒。金标生抽，生抽老抽鱼露，这边还是非常多啊。我们看看这边，这边是，这是鱼露啊 ，sweet Thai， 这是 Thai 的甜面酱、海山酱、万家香、甜辣酱、爱滋味。甜辣酱、真露、油糕、梅、熊猫、李锦记、万家香、万子蚝油，这是亚太、泰亚太、万子牌酱油 ，soy sauce。这是福建老酒，福建老酒，花雕酒，这很不一样啊！福建老酒，看玫瑰露、公盐、苹果醋、米酒，下面有米酒头、花雕料酒、绍兴料酒、香米料酒。这是韩国的 Korea 料理酒、米酒、海天老陈醋、厨用广东米酒、珠江牌、珠江桥牌、苹果醋、老陈醋，这是山西的吗？东湖老陈醋，山西的，山西老陈醋集团，珠江、镇江香醋，这个比较有名啊，买的我们用的比较多。花椒油、辣槽露、槽露，这上面是有这种甘蓝芥菜油、葵花油、泡椒醋卤、川老烩、花椒油、
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